走嘛，就是因为有做围栏比较安全一点点，才不会那么危险啊。因为它下面是垂直是上来的，懂吗？所以他们是这样子走进去的。那这里要多久？走了很久啊，得走下去才到一个部落，才要再开始爬山的啊，好像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到前面的长春池，你看这桥墩的时候都是大理石的，这桥墩全部都大理石做的，这个妈妈做的，这两个桥墩做成的啊。待会我们穿过一个山洞之后，我们就到长春池了。什么叫长春池知道吗？这个长春池呢，是纪念那些老兵当年中干山为了开发这个。来，大家看一下前面的长春池，来往前看，这个就是山前，那个是瀑布，看到没有？看到那一个瀑布吗？这个是我们会去那边啊，等一下我们去那边。这个叫做峡谷的风景，峡谷，懂吗？这个是峡谷的啊、哦，因为现在这一年的水很少，现在快干枯了啊。来，听我再讲的是那个两堆沙，看到没有？两堆沙，最小的瀑布，最小的池塘在这边的。第一次、第二次到现在的第三次，看到吗？所以我们楼下有一间，只有一间卖咖啡的，他用山泉水的咖啡来煮咖啡的，很多人抢着的。他有限量的嘛，他有今天拿多少水的，他煮多少杯，他一杯咖啡卖100多块。然后在这边，长春池在这边，那个水是从这边下来的，水从这边流出来，第二次的水是从这边流出来的，第二次，因为它的池塘在这边嘛，看到没有？第三次直接在池塘走出来的，看到没有？这是第三次，好，第三次。再来，我讲过，这个山这么高，你看那两个庙，以前是没有路上去的，它以前完全没有路。